丁红老师音域那么广，你能不能前两个字高八度，后两个字低八度，然后前一个字用美声，后一个字用歌曲，然后用流行？对，这样来回来回的转。什么项目啊？示范一下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真的最值得的幸运。我在跟着他的手势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这种情况呢，确实有的，力宏老师有这种需求吗？有，因为每一次唱 KTV 的时候点你的歌。特别到高音不行的那个时候，我从今以后你会是所，就一般到高音自降八度的那种，自降啊，所以现在就要自降啊，自己降八度，通常不太。不这样玩，不太碰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我们要硬着头皮练呢。是，对，还是要天天练，天天练就能练出来。琢磨一下，对，我琢磨。